Hello， 今天吃一份麻辣烫，然后这里面有个重磅猪脑花，还有两个喜茶的蛋糕。我先把我的猪脑花吃掉，真的我太馋了，而且这个猪脑花很新鲜。这个是我发现的唯一一家麻辣烫店里面都有这种猪脑花。这个跟烤肠不赶紧吃的话，它皮会有点皱。我第一次点了这种龙口粉丝，太多了。这个是喜茶的爆芋泥蛋糕，哇，真的会爆浆哎！而且它这一款不甜哎，很轻盈的那个蛋糕体。这个是爆浆多肉葡萄，有点酸酸甜甜的。
是真的有那个葡萄的果肉，但真的太酸了，有点太酸了。就中间这层紫色太酸了。我觉得还是第一个鲍芋泥蛋糕比较好吃一点。已经吃完了，今天真的吃的超级满足。